要干我吗？我要干你，你嫁到我们家六年了，就给我生了一个北贤河。老公，当初你不要管这么多。当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同意你们在一起，以为你能给我生一个白白胖胖的混血孙子。现在呢，给我生了什么后？啊？我可以跟他再生吗？生到男孩为止。再生再生，几年了啊？我还有这时间跟你耗吗？我儿子都三十多岁了，还有青春跟你耗下去吗？你就看在我们几年的交情份上。几年你还知道几年呐？啊？你想让我家断香火吗？我们家都是九代单传的，我不想到你这里断了我家的香火。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是两个人的问题。两个人的问题，你现在是怪我，怪我儿子是吗？啊？本来就是两个人的问题。你生不出儿子不是你的问题，那个是我的问题吗？是你自己的肚子不争气，你现在赖到我儿子头上，我儿子健康的很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现在男女平等了。男女平等，我们家财万贯，不可能让你在你这个肚子里面让我们家财耗了，你知道吗？爸爸，爸什么爸？赶紧说，不行，爸怎么爸？离婚官司已经领了。老板，你不要把那种飞机票我们已经帮你订好了。你老妈，不要叫我老妈。你赶紧给我滚吧，我看到我的房子了。老公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求这么多。我没有地方可了。你没有地方，你爱去哪里去哪里。飞机票已经给你买好一张在袋里面，你喜欢去哪就去哪吧。给我滚！滚！我再给你。说好了跟我老爸断关系了。快滚快滚，你断关系是你的问题，赶紧给我滚回去。老公，我以为嫁到这里来他能对我好点，我在家那么远。什么情况啊，小青？我的家人，他说我生女儿不生男娃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把你赶出来了？就是没给他生一个男孩子，把我赶出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有这样的家庭啊？那林少也是的。他老爸老妈都把我赶的。那你们那个离婚证都领了？领了。哎呀，这就麻烦咯，你回你泰国那边啊，这么远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泰国也回不去了。干脆这样吧，我平常时拉客认识一些有为青年啊，我介绍一个给你嘛，我们中国的男人还是有好男人的。我谈一个笑话，人家还会嫌弃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生个女孩啊，有些人喜欢女孩啊，她是招商银行啊，有些人求之不得呢。那你带我去看看吧。好，那行那行，把那行李拿上啊。哎呀，那离婚证确定都办完了？办完了，在里面呢。哎呀，那行吧，来。这么可怜，真是外国他乡的嫁过来，还遭受到这份罪。哎呀，我都替你感到可惜呀、啊！谢谢你喽。哎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去哪里喽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帮你介绍个好人家啊！来，上来吧。老实一点的，介绍那种。放心吧，绝对老实，包你满意啊。有钱没钱都无所谓了。可以。坐好啊。哦，到了，下车了啊。走着力了。好重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介绍这个啊，他虽然说穷一点，不过的话他人还是挺好的。年纪稍微大一点呢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啊，
没有。那我就敲门了啊。可以。老牛，老牛啊！哎，哎呦，去哪里啊？大包小包带你老婆去哪里？不是我老婆，给你介绍老婆啦。你想不想要老婆啊？给我介绍老婆啊？是啊。还抱一个小孩啊？哎呀，哎呦，老牛 啊，你有福气啦！我跟你说啊，啊，这个是外国货啊，外国的。是啊，不过呢，他是结过一次婚，人家嫌弃他生个女儿。哦，你嫌不嫌弃女儿先？哎呀，这么可爱！哎呀，我最喜欢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 啊，人家生出来的女儿啊，那个眼睛汪汪的。是啊，好漂亮，你看，哇，这头发都不一样的不？肯定啊，到时候你们两个再生两个那个大胖小子啊，是不是？还两个，要生十几个了。足球队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也可以啊。啊，美女啊。嗯。啊，这个是老牛，今年33岁了。哪里？38岁了。38？啊，是啊，38。38了，比你大个10岁。你今年28，你看上他人怎么样？只有他对我好，其他没有要求，还有对这个小孩好。哦，对你好啊！我天天不用你工作，你在家里面就煮煮饭就 OK 了。可以，可以。我跟你说啊，老牛啊，如果说你真正的愿意接纳他，他家里面很多钱的，他可以叫他哥寄个几百万过来给你搬进这个房子。那是富婆啊。那肯定啊。我爸妈不要我啦，只是我哥要我。其实你哥对你好是吧？对。是啊。那个国家的？泰国的。泰国的。是啊。他不是跳那种什么滴滴当当那种啊，对，叫什么肚皮舞啊。对对对对。哦。那老刘啊，感觉怎么样？确定要的话就那个明天就去办那个手续了吗？我肯定要啦，我都想尝尝外国的。你看我这辈子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，还有外国妞给我。那小青满意的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想女儿，你不能干我招了。我不会的，他是很喜欢女儿的，女儿是招商银行啊，不懂啊。我不单是要女儿，男孩我要，男女平等。是啊，我要生十几个了不？可以可以，你看，只要你不嫌弃，我不嫌弃了，天天生啊，很好说话的，一年帮我生一个，我们10年就生10个，以后我们一大帮人，没问题，哦，没问题，那你们就好好过日子吧，老牛到时候搞个大猪头给我，我搞一头牛头，还加一条牛鞭，哦不是牛尾，哎呀，牛就算了，猪头就好了，啊猪头啊，是啊，那明天我把这样的猪杀了，给捧一个猪头给你。可以，那你就跟他过日子吧。我还有那证件呢，证件在包里面啊，明天就把他那结婚证领了。肯定了，明天我直接跟他去领证了吧。那你就跟他好好过日子吧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，谢谢你啦。都说了，我们中国的男人还是有好男人的。萨拉卡利。哎，那行吧。什么意思？萨拉卡利。你们回去慢慢研究吧。好吧，把行李拿回去。那我要跟他跳的跳肚皮舞给我看吗？不是你啊，哎，没事，要跳什么舞都可以。我那红包，哎呀，我家现在没。哎，算了，你对他好就行了。等他给我寄钱过来先了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跟他办了一件好事啊。哎呀，算了。哎，来，我跟你说，说好只看一眼哦。看一眼，不要打扰人家的幸福生活哦。行，当初我说叫你们不要后悔，你非要。看你上这里，我拖着你。知道了。那你们在这里看一眼啊。我不放屁的，老爸在放心。老牛，哎呀，大伯呀，哎呀，我首先要感谢你介绍这个老婆给我。得快过来啦。哎呀，都是红领巾啊！哎呦，是真的跟你开玩笑啊？牙齿要崩了！老郭从泰国那边寄过来给我的。哎呀，他老郭、啊、搞了几百万给我，现在你看看，摇身一变。说了，他老郭很多钱啊！哎呀，你干嘛呢？来，你好，兄弟，哎呀，我都说看一眼了。
什么儿媳妇？都说看一眼，你们干嘛呢？儿媳妇。是啊，那是我老婆。儿媳妇，我不是你老婆啦。现在人家生活过得这么好，而且去年也抱了一个大胖小子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现在在学校。那个大胖小子是不是我的？不是，怎么是你的？你现在我这里还有两个。是啊，现在要有两个了。你嫌人家不生男孩，人家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困水了。很漂亮的啦，哎呀！我、妈知道错了，你跟妈回家好不好啊？哎呀，走开，真的是，太婆，都是，你不知道堂主，你只这么对我的，你们三个，回去吧，错了，你们当时那么狠心把人家抛弃，现在又想过来求，别来打扰我们生活，回去吧。你不要打扰人家的生活，都说叫你们过来看一眼就算了，现在你们非要过来。本来不想带你们过来的，你看人家过得多幸福。哎呀，虽然说大伟，快点，郎才女貌啊，你后悔吗？后悔啊、后悔有什么用？现在没有后悔药。你啊，走不了。哎呀，走了，我们前台，你们过你们的幸福生活啊。下次我不会带他们过来了，好吧？还带过来？明天我直接搬到现场里面去了。哎呀，好，在这里住了。好，那我回去了啊，你们去玩吧。那不这样嘛。我们马上搬到县城里面去，把我们小孩一起接去了，不在这里住了。可以。你们的前夫知道这个地址了，不要给他知道啊。知道了。那回去收拾性命。